我们的院长真的还在做事吗？到底是在作秀、偷拍、做导演，还是在做行政院长？行政院院会平常进行，到底有没有一个资讯揭露的一个规范？行政院院会有没有对外开放？行政院院会有没有对准镜头给每一个发言的人？如果没有，那这一次这个影片所有的镜头都是针对性的，都是设计过的。这个不是偷拍是什么？你平常的作业规范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一个特定的人？你的意图是什么？苏院长，你公器私用未免太严重了吧？你这样是真正的最坏的示范。请您立刻向全台湾的老百姓道歉。